喂喂喂喂喂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中央大学吉他社，然后我是陈俊宇，然后又要来丢陈俊宇这个名字的脸了。好，好，然后我介绍一下我们这首歌，名字叫《社办恋情》，然后是在写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届都几乎都是男生，所以一进吉他社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学姐，然后很漂亮这样，所以我们在写一个学弟喜欢学姐，但是被学姐打枪的一首故事。沉淀，然后还想说你们的从前。